喂，哦，你们什么时候来谈的？昨天，都是马上就得歇了吧？大家注意，大家注意。有些人是有这些意识的，这都是比较矛盾的地方，特别一针见血。说你将来希望你孩子跟你一样也出去打工吗？没有好的教育也不行。我看完以后就是我自己挺矛盾的，就单就这个片子里来说，王银花还是挺幸福的，毕竟她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她也给孩子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一趟开往梦想的火车，一艘承载未来的大船。我是故事讲述人辛柏青。Shanghai, una metrópolis densamente poblada. La gente viene y va. Durante años, el apartamento 1302 es arrendado por inquilinos de Yunnan. Cada tres meses, ellos arreglan sus equipajes para regresar a su provincia. ¿Cuántos tipos de trabajo? En China no solo existen megaciudades como Beijing y Shanghai, sino también regiones montañosas pobres como estas en la periferia de Yunnan. Huizhou está clasificado como un distrito empobrecido a nivel nacional, donde el ingreso per cápita anual es inferior a los 3.500 yuanes. Después de la cosecha de otoño, los agricultores locales no cuentan con otras fuentes de ingreso estables. Liu Zhengxiong es jefe de la Oficina de Asuntos Laborales de la ciudad de Xujing, provincia de Yunnan, en Shanghai. Liu ha organizado una feria de trabajo con empresas de Shanghai, pero debe ir de aldea en aldea para movilizar a los vecinos y animarlos a que se registren. 以前是见到没干苹果过？是啊，听了啊，已经脱，实际脱贫了。还没，所以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有这个你们城里面现在有个劳动力，能够出街。不点钱，如果说是就待在回收待在马路，可能收入上可能会低一些。那是这个，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个人能出来就业的话，他一年的工资收入不会低于3万块钱，足够支撑他们脱贫了。
时候你们可以问下情况，然后问你们想去哪里，反正你们就说是，就说是就是。如果还有一个车间是生产碗面碗的，做六休一两班制，大概是6366。我就跟你们说实在话，我这里年收入不会低于7万，如果说低于7万，你们可以去找你们领导向我们要求，好吧？啊，这肯定保障你啊，肯定的，好吧？保证。坐在这里，然后坐直一点，不然他们只能看到半个头。我先，哎，你就坐好。能看到整个面部吗？可以的。哎，好的。哎，你好，能听到吗？他说你好。你好。自己名字会写吗？好的。我自己名字可以写吗？会写吗？好，可以。工资待遇的话就是6000到7000。好的，可以。你如何看待我们公司一个规章制度呢？因为我们这是码头作业的话，上班是不可以喝酒的。你今年多大了？今年19。20几，90的。80的。20。贵姓啊？没建议。我叫庞德庞。以前有没有出来过打工啊？没有，很少出去。去过西藏。文化水平怎么样的？初中文化。中专。我大专。哎呦，大专啊！在我们这边是挂科工的。你们什么专业的？我汽修运用与维修专业。你怎么会选择我们公司呢？这个专业，我们学校毕业的人太多了，工资太低了，还有他们那个 4S 店还有这些，要不了这么多人。上海的家政服务这块的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大，他们的需求是1万来计，但是我们有一个上海这边的呢，跟我们丘陵这边的有一定的区别，家政这块啊，最简单的是我们丘陵人的生活习惯和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它是不一样的。好，如果说妈妈吃完奶以后，喂完奶以后，我们要拍嗝，我是月嫂，我来给宝宝拍嗝啊，我来给宝宝拍嗝。这只手不是从屁股底下抄下去，而是从这个地方，从他的身上拍过去，哪只手拍屁股我就上哪个肩，我就用我的右手来拍嗝。王颖华de la etnia Miao es contratada por una empresa de servicios domésticos. Antes de partir,ella debe asistir a una capacitación profesional. La familia de Wang Yinhua vive del cultivo de hojas de tabaco. Con una cosecha al año gana 50.000 yuanes. Sin embargo, debido a los gastos de educación de sus dos hijos y la limitación física de su esposo, que le impide realizar trabajos pesados, los 50.000 yuanes solo cubren los gastos básicos de la familia.Por eso, piensa buscar oportunidades fuera de su hogar.做着钱，万一效益好了，我一个月拿到。10万，10万。是啊，给你的报酬的，你效益是成正比的，干嘛？在之前给你上个厕所，走进去就可以出来了，在那些个上个厕所5块钱。还有你要想想，你扣掉了他这个性格，
咋还跟我说？我说等你走了呢，这咱都是一层活呀、啊。还都不会吵，你说他带着两个小娃，他咋的？我们帮你。哎呦，说你不帮，你啥还去北京？什么地方种的，或者你就在农村，种的是为了你家人好，为你过好日子。你为将来考虑，为你下一代考虑。个活，主要为小娃、啊。你这话是为小娃、啊。你现在这些事情太想着当舅母的了，就现在了。孩子需要陪伴，我是觉得不去了。他们说的对，陪伴最重要。那好了，妈妈不放开我了，姐姐好疼你。你咋有人的呀？哎，好心劳分的。张老板要走了。你给饭去，爸爸。啊。那个要上海去。啊，爸爸吃了吃了饭就要给上海了，你过来爸爸喂你饭个哈。哎。我也去。你也去？嗯。你吃饱饭，吃饱饭快。抱着我。抱着你。嗯。过来嘛，过来过来。Después de un corto encuentro, Yu Zhengxiong vuelve a despedirse de su familia. Durante este retorno a Yunnan, él ha pasado 5 días fuera y solo un día en casa.七，爸爸，你瞧瞧，爸爸和哥哥哪个高？差不多高喽。差不多高。你看，你去年的时候去成都，1.48米还在买半票，一年现在长得有我高了。到明年你要把我搞出那么多来的了。那么到明年是你带我出去玩去了，不是我带你出去玩去了。拿点钱给你，不，男子汉嘛，也不要小气，身上装点钱。走，姑娘，爸爸要去上海了。爸，爸，爸爸去哪个哈？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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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要去上班去，哈。给爸爸忙完了就快来带你了，干哈？等爸爸回来又来带你，干哈？我好。来，妈妈抱你。来，抱。妈妈抱。你不要哭。妈妈。多少年不肯流泪，每次看到还是这样受不了。我知道他在旁，在车的旁边。Thank you.
扣帽子的往前面走。好，跟着跟着我这边走。好，后面的往后面排，好，排两列。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十、二十五。啊，二十五个人齐了。到了上海就是叫记住了，见不着天的地方就不能抽烟，过马路一定要注意红绿灯。还有一个就是垃圾分类，在上海是分成四种，分类很严格，执行的很严格。当然这个很简单，进去了又到了上海以后都会有人教你们，这个你们也不要急，但是要有这个垃圾分类的意识啊。等下上车以后你们要注意，上厕所了嘛，没坐过火车的你们注意，那个门如果推不开说明里面有人。如果说能够进去了以后，进去以后你们记得要把那个小要把那个门栓要插过来，不然你们上了厕所有人进去就尴尬的了，就不好意思了。在车上你们有都是带的方便面，车上的开水在那个车厢中间，在那个两节车厢中间都会有开水，这个开水是免费的，你们要泡方便面自己可以接开水来泡，大家要注意一点安全。火车来了，大家就做好准备，注意安全。好，师傅好。大家注意，大家注意，上车的时候不要踩空了。好，跟着可以上车了。好，排好队，排好队。十六号车厢往右边拐，十五号车厢往左边拐。大家注意脚下安全。好，找到位置的都坐下来了，我们看看刚才有什么找到位置。这还有人没找到位置？昨天晚上我醒了一夜，我说我还是来吧。但现在日子还过得可以呀、啊，你如果打动了，你就是放弃了对孩子的这个管教，你是不是要下一代也跟着你一样打工？他们是这样说的，我说我出来一定要试。Después de 22 estaciones, 34 horas y 2.300 kilómetros, llegan a Shanghái.
过。谢谢。好，我们进来啊。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来的两位那个新的伙伴。大家好，我叫王银花，来自云南曲靖马龙，我家里面有两个孩子，还有我老公，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坐在椅子上吧，来来来，慢慢的坐下，来坐坐坐。我来吧，没事，你看我写写，没事。今天我写，你看着写就行。就是没有别的活，就是这些给他们洗洗弄弄，给他们打打水果啊，就是这些活。其他还要给他穿上，哎，写好了给他穿，我都穿上，这样就穿上吗？哎，对。反了了。他说反了。你看到吧？哎，这个。那个帽子还冲到外面。拿两个碗啊，这两个碗出来拿。这个是谁吃的？吃的，你吃的，你吃的。我吃的。你吃的，这是你的碗。哎，我吃的够了。不要叫名堂，那就行。你吃多少打多少，你打。那个来，来，你就给我打一点米汤，就光打米汤好了。好好好。你在吃汤，你在找汤。我们没事，你先吃。我们要先吃吗？这个是，这是头发。头发一块的水，漂亮。香死人。哎呦，好香。A pesar de haber recibido 4 días de capacitación en Chuqing, Wang Yinghua se siente confundida en este entorno desconocido. ¿Puedo hablar en chino? 我吃完了，吃饱了。吃饱了。吃饱了。Lo peor es que Wang Yinghua no entiende el dialecto de Shanghai. ¿Ah? ¿Qué es eso?怎么办？等一下，我回去给他睡好一下。他说身上皮都没了。皮都没了。我要吃小米。你要吃什么？要小米。小饼哦。跟我想象的差不多吧。做这个就是护理老人这个，我觉得还是对我比较难。比如体力这方面太重了，我觉得我也能够学好。我想先相互介绍认识一下。哎，你好。曲靖的啊，对，曲靖是就业中心的，然后我们在上海这里有一个工作站。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想让我们的务工人员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企业这里有没有就是在用工方面有些什么信息，包括对我们员工就是招聘有什么要求。岗位这一块呢，就是农民工出来的话都是一线操作的岗位比较多。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这我们称为是那个困难就业困难人员，有一部分是大龄劳动力，还有一部分是文盲。
那这一部分，特别是这个年龄这个问题，能不能放到55岁？不可以，不可以啊。Durante su segundo día en Shanghai, Liu Zhengxiong se esfuerza por buscar empleo para un nuevo grupo de trabajadores. 我们员工正常情况下，他一个月的工资收入，通过远程面试，如果觉得不合适，你就不用过来。你过来这么折腾，肯定也不行。会不会影响他工作啊？那按现在入住情况，他会不会都住满了？还是用工需求量大的时候会住满是吧？对。其实从那边过来，能敢出来走出这一步，都挺不容易的。你昨天白天一天做的情况怎么样？我做的还可以，但是你在这个房间已经3天了。一床老人他有什么病？你跟我讲讲看。就是刚好一床。你知道就是说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对不对？一床老人叫什么名字呀？叫你，我记不住。这个老人叫陆秀英，因为他是心衰引起的呼吸道也衰竭，所以他要吸氧，所以这些情况你必须要去了解的，要熟知的，好不好？Wang Yinghua ha vivido siempre en las montañas, por lo que no tiene ninguna habilidad especial. En la ciudad solo puede aprender mientras trabaja.我看看这个7号船，张瑞女，55岁，失智失明。她叫什么名字？张瑞。这个名字太难记了。张瑞喜。56岁，失智失明，张润熙，张慧英，陈玉琴，霍雪丽，这个93岁叫陈玉琴。陈奕琴，93岁，两个都是93岁。哎呀，来了！喂，妈妈。哎，你在干什么？你不想我了个？想你嘛。啊？En su día libre, Wang Yinghua sale a conocer el boom. ¡Tú tienes que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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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ú tienes que ir!
El apartamento 1302 es arrendado por inquilinos de Yunnan. Cada tres meses, ellos arreglan sus equipajes para regresar a su provincia.